又脆又甜的羊角蜜，咱们这个可是头茶的，头茶的水果是最好吃的，咱们先来上一口啊。又脆又甜又多汁儿。老甜老甜了。它里面的这个籽儿也是能吃的啊，而且特别的甜。平常我们在超市里边买一斤的话都要你十几块钱了，腰着一个都得十多块钱。我吃的这个是中果，到手差不多是四五个左右，我收到了是五个，全都是这种个头的匀溜个的，这个品质真的老好了。而且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它运到你手有坏的，它这个瓜外面套了一层网兜，在外面套了一层气柱，就是包裹的跟粽子一样严实。又清香又嘎嘎的甜。你吃到尾巴的部分它都是甜的。这个羊角蜜比其他的香瓜甜度都要高很多很多，而且它都是这种细长的大个头的。嗯，太过瘾了。这头茶的水果它就是甜，就是好吃。咱们自己吃的话你就拍中果就行了啊，我这个就是中果，你看看它的个头真的老大了，比我的脑袋还要大好多好多。汁水太充足了。一个瓜吃完你都不用吃饭了，五饱六饱的。